未来科技 OK 绷贴上伤口愈合速度快四倍，这是未来的 OK 绷吗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高科技的 OK 绷，能够用电流来刺激治疗伤口。ACS Nano 期刊发表的研究指出，这种 OK 绷使用不粘涂层、铜箔和 PET 无毒塑料所制成的。在该大学的新闻稿中，王旭东教授解释， OK 绷含有微小的电极，将这种 OK 绷贴上伤口，能透过伤患身体活动来产生电流。这种 OK 绷已经事先用老鼠来做过实验，用电子 OK 绷的老鼠伤口只需要三天就能痊愈，相较之下用一般 OK 绷的老鼠伤口则需要12天才会好。该研究指出，这项技术可以用来治疗慢性皮肤伤口，例如糖尿病足溃疡、静脉溃疡和难以愈合的手术伤口等。王教授也在新闻稿中提到，这种电子 OK 绷跟一般的 OK 绷是一样的方便。王教授还提到，这种电子 OK 绷的成本只会比一般 OK 绷稍微高一些，因此对于商业化是相当可行的。